好，你们现在是输八拳的状态。好，十六比八。你没有追回八拳的话，你看看你搞了多少五官。哦哟，你加油加油，好猪，加油加油！这真的证明是不怕神一般的对手，就怕有猪一样的对手。当苦瓜喝下去哦，你可以凉到后年的夏天。消退会，对不对？消退会，准备啦！有请八零八，预备 ，Go！最后一把压秒了啦，哎、欸、不要吵，不是啊，哎、欸、还是你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啦，最后最后一局就好，最后一局就好，哎妈妈，妈妈已经生气，妈妈现在打电话了，妈讲，好来三二一，轻点啦，你们好像失格的声音，刚才玩的小美在旁边说好像夫妻在吵架。